哎呀，真的是忒爽了。小月，帮我把苹果拿过来。哦，还有牛排。行。喂，真是稀客啊，哪阵风把你给吹过来了？哦，之前看雪太忙了，这不有空了就来看你们了吧。阿远，快来尝尝我新学会的番茄炒蛋。小月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，还会做料理了。厉害个屁，上次差点吃死我。我去，鸡蛋过期了，那阿远。哎呦，我肚子好痛啊，厕所在哪里？嘿嘿，这下小月被我抓到把柄了。哎呀，怎么办？这事情一定不能让阿元知道。小月，你怎么能用过期鸡蛋给阿元做食物呢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想要我替你保守秘密的话，你就要听我的话。哦，你竟然趁火打劫，太卑鄙了！要么听我的，要么我告诉阿元。可恶啊，臭阿英！那你一定不能告诉阿元。没问题，不过之后啊，你要叫我阿阳大大。好的，阿阳大大。小月，帮我把苹果拿过来。来了来了。哦，还有牛排。哎呀，真的是忒爽了。小月，那个阿阳。记得叫我阿阳大大，你叫错了。大大是吧？我让你大大，我让你大大，我让你大大。再也不敢要挟小月了。